原本我那个颈部这边有一颗肿瘤，那我就吃了四大三个以后，那个那颗肿瘤完全消失了。三个月。对。那个时候我女儿她是在那个我们那个银行工作，她本身压力很重，她那个背部里面长了一个很大的肿瘤，原本她要排时间去开刀。 我吃了那个以后，吃了四大以后，我就跟他讲说，不然试试看。结果他是同样的，吃了三个月以后，他还是那颗肿瘤就也消失了。哦，真的很感恩哈。对，好的。对，我就是凭着这一种产品这么好，我一直想告诉一些好朋友。所以，因为我吃了以后，我的精神觉得很好，而且那个我的那个血压那个胆固醇还有那个。